大爷，您今年高寿啊？将近70，岁数大，岁数小都学会了。大爷七十，八十三，我这是六点到九点，半个小时跳绳，什么那个轮滑呀，什么都练。黑龙江省就是连续7年第一名，从基础开始练，把安全放在第一位。 这68了，练单杠练有3年了。这个他有一个目标，他不愿意打太极了，太极打了以后，到底打得好和不好，这他是一个软指标，这是一个硬指标。即便他弱不过去，他有一种奋进向上的一个精神，激励你能够奋进，忠魂青春，能够奋进，有个奋斗目标。我过去有糖尿病，练到这以后呢，这个早上空腹血糖我都是8个多。 练到这回去就是6个多，讲2个点儿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